茶的口感十分丰富，可以让人感到高山阔野般深沉厚重的气息，并且茶香停留的时间也长，能够飘香千里。另外，姜茶用水冲泡，可以使叶面舒展开来，具有柔韧性。喝茶具有一定的提神功能，经过加工制作的茶叶富含营养物质，适当喝茶对身体有益。茶的特点，茶的口感十分丰富，能够让人感受到高山阔野般的气息，显得醇厚细腻，并且茶的香气深沉而厚重，停留的时间也长，有的茶香甚至能够飘香千里。另外，茶的叶子相对较为细碎，叶面的革质感明显，叶脉也较为清晰，叶边呈齿状，具有规律性，叶背多有毫毛。经过冲泡之后，叶片能够舒展开来，具有柔韧性。茶具有抗衰老的功能，其中的 SOD 可以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，长期饮用可以使人看起来比较年轻，并且茶还具有提神醒脑的功能，能够使人打起精神来，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。